即使把他们全部打飞也是可以的吧。加速，剩下的就是冲上去。加速，剩下的就是冲上去。石猴帕娃是不是超超超厉害呀？其实把他们全部打飞也是可以的吧。七十的火力吗？指挥官，七十和帕娃是不是超超超厉害呀？一切灾厄都将跟随我回归于虚无。冲进去，一口气上吧！即使把他们全部打飞，也是可以的吧？哼，有其实切不开，交给我吧。是不是超超超厉害呀？即使把他们全部打飞也是可以的吧。是不是超超超厉害呀？接着出场的是七十队长哦，不会再让你们牺牲了。明智的选择。这次的七十
渣子，去死吧！是不是超厉害呀？